早上好，Grace。啊，林博士好。嗯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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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首先跟大家感谢一声，就是我是佛意的创始人和凯利公司的联合创始人。佛意是我一手2013年创建起来的，就是一路上走得很辛苦，就是由$40万到现在的5000多万美金，一路上走过来，真的是，感慨万千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是昨天晚上下班之前，我跟我几个高管正在做我们下个10年的规划，因为快到10年了嘛，下个10年规划，我们想在建一个厂房的时候，我们拿起当年7年前、8年前的照片，看起我们当时的厂房的时候，真是感慨万千。一路上走来就是，怎么说？又辛苦又很幸运。幸运是因为是什么？是能把自己学到的化学知识、生物知识能运用到产品上去，能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我们认为真正有益的产品，这是我们最每天我们觉得最很自豪的东西。也就是说，早上起来不需要喝咖啡，不需要喝什么饮料来自己提升，自己就很兴奋的一种事情，非常非常感性，非常非常感恩。然后凯利是我跟我兄弟 Steve Felix 两个人创办的公司，当年创办的初衷也是因为如此，就是因为感觉的，有很多直销的公司到我们公司来，我们佛意来做产品，总是感觉着不尽兴。为什么？一可能在产品上没有达到我们最终想要的推荐的配方，还有一点就是感觉最终结果跟他们说完之后，现在有很多公司在这个奖金制度上没有达到，就是真正的互惠互换双方和平共生的一个原则。所以我们跟 Steve 当时就想，要不我们也尝试一下做试试看。所以到现在为止，凯利还是一个试运营的阶段。Steve 是主管凯利，我主管佛意的生产研发以及整个管理。所以有技术上的问题，请大家随时过来问我或问 Grace 都可以。